是来自烈火星奥马术俱乐部的，我今年13周岁。一开始接触马术是因为有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在马术俱乐部，然后就接触到了马术，也是比较喜欢的。他是 Luciano， 就是温血马，是从北京来的，从北京买过来的。他就很喜欢，他喜欢的人他就会一直蹭你那种，就是可能会更加喜欢小动物一点吧。而且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，就学会坚持什么。还是挺辛苦的，就是有时候摔马了之后还得爬起来继续练。当时就是马就在撂蹶子，然后就开始狂奔，然后撞到障碍架，然后就摔下来了。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杭州烈火星奥的杭子瑜和他的骑乘伙伴 Luciano。